辛苦。吴美玲、林佩仪带来的歌曲是《吴家有女初长成》。美玲这组呢，真的被你们哭惨了。你们两个真的是应该怎么讲？你们两个今天选的歌就要劲哎，尤其是这个美玲的哈妈妈，你坐伫椅仔顶，干安尼点点安尼唱着心肝宝贝啊囝，啊后边是很着讲美玲的组细汉甲大汉的相片，干安尼都有法度挽人的心，但是你的歌声阁足好哎。然后当美玲接歌的时阵呢，规个歌词的内容，整个感觉就贴切到不行。到了后来，两个要一起合唱的时候，两个都泪崩。我觉得这是真正，恁今日是来唱礼品，还是唱什么？真的很抢戏，很抢戏，真的很棒。两组都让我见识到了妈妈的那个力量。我今日是为囝徛伫舞台顶的迄个力量。
不是为着我家己要出头的，所以真的很伟大，好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请阿德老师讲评。每年妈妈其实在舞台上，这个舞台算是最熟悉的，因为常常来嘛。但是我觉得你是最紧张的，而紧张什么呢？紧张好像回复到就是说，你以前哦怎么去督促你的小孩唱歌要注意什么，现在反而自己要面对这个场景。阿德老师，不然你自己上去看看。我这时候没有，我就是。那你是最熟悉。我就是跟他是一样的人才，我可以讲那么的。好了，不能说妈妈辛苦了，我觉得妈妈辛苦都是为了自己。但是这个辛苦有来回，有这样的互相照应，有回应哦，才是真的幸福。好，谢谢。